舟山特警，是一名特警突击手，也是警务技战术教官，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体育教育专业，擅长拳击、格斗、抓捕，曾获得全省拳击锦标赛冠军、全省少年拳击锦标赛亚军等奖项。他的参赛感言是：成功永远属于爱拼搏的人。11号选手王威，来自宁波特警，一枚95后的小鲜肉，毕业于浙江警察学院涉外警务专业，曾赴美国山姆休斯顿大学访学一年，工作之余热爱体育运动，喜爱街头健身。他的参赛感言是：既然认准一条路，何必去打听要走多久。笑笑，现在应该是我们这次型男大赛赛前的一个选手展示的一个环节吧。是的，这个环节的话，每个选手都会根据他们自身擅长的一些东西来进行一个出场，然后对自己的肌肉进行一个展示。先让我们现场的观众对他们有一个大致的印象。他们呢，分别是。我们看到现场的掌声非常的热烈。朱子作为公安特警代表参与央视多档节目录制，他的参赛感言是：谦虚、谨慎、戒骄、戒躁。警务搏击、射击等，曾荣立个人三等功4次、嘉奖4次，团省委青年岗位能手，是名副其实的型男队长。他的参赛感言是：没有痛苦的哭泣，也没有喜悦的回响。24岁，现为绍兴市公安局特警支队越线突击队队员，毕业于浙江警察学院警务指挥战术专业，擅长散打格斗。入警以来，坚持不断突破，提升技能，接受了8期柔术技术训练，曾获嘉奖2次。他的参赛感言是。接下来登场的卢鹏，来自绍兴特警。
曾服役于解放军陆军某部坦克团，2013年经特招加入绍兴特警，从军营到警营，始终未变的是那般不抛弃、不放弃的拼劲。爱好篮球、马拉松，他的参赛感言是：夜精于勤而荒于嬉。也是教官，国家一级运动员，拥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实战技能，曾获得2002年省运会拳击第一名，全国拳击精英赛第三名。他的参赛感言是：梦就算遥不可及，但只要坚持，一定会有实践的那一天。曾获得过国际拳击锦标赛冠军、全国拳击锦标赛季军，他的参赛感言是：拉得出，打得赢。17号选手叶威军，省厅机场公安特警民警，是一名突击手，擅长擒拿控制。他的参赛感言是：敢于挑战，永不言退。国家健将级运动员，毕业于上海体育学院，摔跤运动员退役，擅长古典摔跤、擒拿格斗、抓捕控制等警务技战术技能，曾获得嘉奖一次，连续3年获得全国摔跤冠军赛第三名。他的参赛感言是：弱者用情绪左右行为，强者用行为来控制情绪。18号选手来自杭州特警，平时热爱运动，是撸铁党的狂热分子，也是爱好搏击运动，是擒拿格斗和单级体能科目的双料特警教官。他先后荣立三等功一次，个人嘉奖3次，获优秀公务员2次。他的参赛感言是：付出总会有回报。现在登场的是马进昌，2016年考入浙江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警备巡特警支队，曾参加过藏区维稳、新疆维稳、海关监管、上海世博会安保、G20峰会、世界互联网大会等任务。他的参赛感言是：你对工作的态度决定你成就的高度。22号选手祝叶潇，现任沂水特警安检警卫大队长，是突击手，也是破拆手，也是警务技战术教官，曾荣立个人三等功4次，嘉奖4次，优秀共产党员1次。他的参赛感言是：要做人民的警察，先做人民的公仆。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15号选手徐中英，
龙剑突击的队员，曾在东部战区特种作战旅服役。他的参赛感言是：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16号选手叶成飞，徐州特警山鹰突击队民警，工作以来多次参加省市组织的警务实战体组，并以出色的成绩完成各项安保任务，曾荣立三等功一次。是世界跆拳道联盟 WTF 曾获得台州市跆拳道邀请赛第二名。他的参赛感言是：无论你什么时候开始，重要的是在你开始之后就不要停止。笑笑刚才向大家推荐的那一位特警吧？不是，这位也是我们温州的特警派出来的邢楠代表，不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位，刚刚提到的那位是下面即将出场的。看来对他的出场顺序也很关注。确实是的，因为我们温州的这两位特警都非常优秀，包括这一位他也非常优秀。刚刚这个善酷的出场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？我们的镜头应该是捕捉到了刚才那一幕。最后上场的是13号选手韦永康，26岁，温州特警欧越突击队民警，爱好跑步、篮球和健身，业余时间常常参加各类健身大赛，曾获得安德玛技能精英赛温州赛区第一名，安德玛全国12赛区总决赛个人第三名。他的参赛感言是：志高存高远。真的是太帅了！现在我们的选手们都已经站定了，那么现在我们将进行我们第一个环节的比拼。那么在开始我们这个环节之前呢，我要先介绍我的一位同事，这位就是温州特警的吴延生教官，他是本场大赛的技术指导。对啊，还可以呢。
Thank you.